断更，没错。可以请注意吗？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在宿舍外面，因为我宿舍里面还有一个学妹在睡觉，然后现在大概是8点出一点。我早晨已经先学习了2个小时吧，现在要开始化妆啊，准备什么的。我3、4节有课，一下要先去跑个步，因为就是我明天要体测，好久没跑步了，就得练一下。体测大概是所有女大生的噩梦吧。对，然后是上课前大概30分钟，对华出发去跑步了 ，Let's go！ 那就跟大家聊个天，因为我这学期课修超多嘛，然后前阵子又期中考，所以呢，其实真的就没什么时间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断更，没错，还好啦。就我觉得大家都还蛮体谅我的，对吧？高中外套真的是超级棒的，保暖。Let's go！ 我突然想到，我忘了带水。所以我现在要冲去买水。专门的 app， 然后要用手机定位，然后它会计时，然后算你的时速，然后这样才可以算累积一次定位。哦，好了，要开始。今天花比较长时间，耶！我上课没迟到，还有6分钟，拜拜。Eternity later.
期中考了，今天是11月23号的9点，对，耶！我有好多新的东西要读哦，明天。对，大家是不是想说期中考完就，其实就是因为在期中考那一周，老师还是持续的上新课，然后那几天的课你就没有心思学习，所以导致期中完要马上恶补之前讲的内容。所以好啦，晚安。我要来放松一下。刚刚先吃了酸奶加麦片，垫垫胃。但好饿哦！天哪，今天中午呢跟别人约了饭，就是下沙附近的餐厅一直在搞活动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就吃吃看吧。给你们看看南方的天气，超级好的。就是有时候很冷，有时候很热，然后日夜温差很大。As usual， 不稀奇。今天穿运动风，因为下午要去运动。因为期中考，所以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运动了。既然现在在走路，讲一些废话吧。就是呢，前一阵子不是双11吗？然后就花了2000块。必须要澄清，就是我那2000块不是全部都是一些就是不理性消费，里面就有很多是那种已经计划好的一些生活用品。我有点到你看到我香港水鬼，因为11点半，他12点18。这是牛蒡酥肉汉堡，这是号称8寸的芋泥皮，看起来超过8寸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开始担忧我们会吃不饱，因为我们两个胃都还行，还是勉强都吃两块。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嗯，问一下，现在很多的有 feel 哦，它很大，对，但它的弱点区域其实有，你会超爱。对，这个中间那个，因为上面还有蔓越莓。芋泥很 OK 哎，不甜。我今天可能会睡不着，会痒的。那边的店80一天。嗯，我觉得可以。它感觉它椰子味没有很重，它有椰子吗？它品名号称是什么椰子？不懂，我只要想到可以去韩国狂买很多很便宜的化妆品，我就觉得非常便宜。哎，这个它里面涂芝麻籽是超好吃的。来吃甜点，因为有买一送一耶，嘻嘻。水果麦片、Oreo 跟蓝莓果酱。哇，这糖分爆表啊，超甜的。还行，但真的有一点太甜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它这其实很像冰淇淋的画饼。其实我蛮可以接受的，真的真的。
而且你把它拿在一起，可以耶，这局我可以耶。好，完了，这越来越怪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去吃喝，然后运动回来了。对，然后我主要是想介绍一下这个 leggings， 对，它是有一点红色的那种 leggings， 我觉得很好穿，因为我其实本来是想要拍一个双十一开箱影片，但是呢，我发现我买的东西很多都是那种生活用品类，就是我介绍我跟别人拼的洗衣巾不是超级无聊又无趣吗？所以我就想说我来介绍几个我买了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。打开我的 gym bag， 对，这个鞋子我觉得好好穿哦，它是 Nike 的一个重训鞋，它是 METCON 的鞋子，对，然后它的底就很稳，就是你在发力的时候踩就是很稳，所以我就很喜欢它。对，这双鞋子也是我双十一的时候买的。然后有一些食品啊什么的，就好乱哦，我的头发超狼狈的， 我今天流好多汗。就咖啡什么的应该也不用多做介绍，不过我买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东西，就它吃起来跟我想象中的味道不太一样，就是这个，一定很就是很养生的东西。这个它好像是红糖什么的，在国外很流行做一种 oatmeal， 就是早上的麦片粥，他们就是会加姜粉跟这个，然后我最近就很喜欢麦片粥里面加姜粉，然后国外的那个 gingerbread oatmeal 的那个 recipe 里面就有这个，然后我就买了。但是他们国外用的是另外一个牌子叫 grandma，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，这好像在淘宝上面他一直推荐我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然后发现它吃起来味道真的很像中药，不过越吃就越顺口啦，就蜂蜜加多一点就还吃得下去哦。然后我这个耳环呢，也是我双十一的时候买的，就是一个金色的耳环。对啊，顺便再分享一下这个 sport bra， 这是台湾的一个牌子，它所以只有台湾的人买得到，它也是超级好穿的这个 sport bra， 对，就是很好穿。对，现在呢是下几天，下快八点了，然后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，所以呢我今天的这支 vlog 呢就先到这儿，就是我还要写一下几天之后要交的作业，然后对，今天是一个非常 productive 的一天，也没有 productive， 就是我早上6:30起来学习，然后下午呢跟朋友去 hang out 去吃东西，然后呢又去运了动，然后刚刚吃完晚餐要开始写作业。对，为什么我可以在宿舍大肆的讲话呢？是因为学弟妹他们去，不是学弟妹，学妹，我宿舍的学妹们呢，对，大四的学姐不是毕业了吗，下边的学妹他们呢去考他们的期中考了，所以对，其实我本来是打算要来哦，我刚刚讲过为什么我还是重讲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好久不见，你不觉得我逻辑很怪吗？为什么好久不见是最后这样？